比特犬发怒会发生什么？今天咱们做一个测试，看看斗犬之王会如何表现。首先准备了一只鲜活的大鸡，看看比特犬碰到这只鲜活大鸡之后会不会突然发狂呢？这是比特犬第一次看见这个动物，情况比我们想象中的好，它并没有一口就将这只鸡给 KO。 都说比特犬是最残暴的狗，看看它会如何去对待这个鲜活的小动物，会不会像网上所传言的那样突然间就会发狂失控，甚至连狗主人上前抢它的鸡它都会咬主人呢？一切都是未知之数。这只鸡彻底被吓呆了，一动也不敢动啊。比特犬口还是很轻的，要不然凭借它的咬合力一口就能帮它解决。看来比特犬对待这个小动物整体还是比较温柔的，并没有网上所吹嘘的那么夸张。比特犬这会估计还没有将它当成食物啊，暂时只想跟它打闹一会儿，等它玩够了会不会一口就将它吃掉呢？最终的结局还是令人欣慰的，比特犬并没有将这只鸡给一口咬食，陪它打闹了一会儿就直接将它放生了。